拜拜。拜拜。嗨，小朋友，一起来学习啵啵。听一听，找出正确的语词。茶杯在哪里呢？茶杯。好棒哦！那是阿杯。答对了。鞋子，真可惜。吴心怡 Toys Review。Baby, baby, 是哪一个？他说什么？鞋子。茄子是什么？茄子在哪里？嗯。嗯。嗯，我没有看。拜拜。哇，拜拜，太久了。再见。怎么再见呢？听一听，找出正确的语词。瓢虫在哪里呢？瓢虫。答对了，进行下一题吧。章鱼在哪里呢？章鱼。答对喽。柠檬在哪里呢？柠檬。什么是柠檬？好棒哦，答对了。金鱼在哪里呢？金鱼。噔噔。答对了，进行下一题吧。吴心怡 Toys Review。兔在哪里呢？吹牛。嗯。主牛。在哪里？猫咪吗？嗯，猫咪在哪里？哎，你怎么有看到？好棒哦，答对了。飞机在哪里呢？飞机在哪里？嗯，没有看到飞机耶。嗯，对呀。哦哦哦！答对了，吓死你了！吓死你了！帆船，耶！答对喽。干嘛？蜡笔在哪里呢？蜡笔。好棒哦，答对了。蔬菜在哪里呢？蔬菜。青菜在家啦。答对了，进行下一题吧。公鸡在哪里呢？闹钟，哎，你又找到了，答对了，闹钟是这个。警车，警车在哪里呢？答对了，噔噔。下一题吧。你怎么都会啊？在哪里呢？什么？他说什么？就说足球在哪里？足球。扫把在哪里呢？扫把。答对了，进行下一题吧。医生在哪里呢？医生。答对喽。外套在哪里呢？真可惜，答错喽。不是这。好棒哦。